要去干一件大事，猜猜是什么？我要去剪掉我的长发，是因为我的头发实在是太毛躁了，然后呢底下全部都是干枯没用的，所以我现在要准备去剪掉我的头发，耶！又紧张又害怕又期待，我现在已经到了那个门口了，准备要进去了。自己的头发就断成这样，这前面都是这么短的，然后这边又是长的，然后这里中间也都是短的，后面也都是就这么短，就全部是断掉了，因为头发就一直在弄它，一直在染啊烫啊，然后做发型啊，然后就变得特别糟，所以今天就是突然一下子在家里不行，我要去剪短发，然后我就来了。你要不要先自己来一刀？啊？你要先自己来一刀？来一刀啊？怎么来？你就在底下，你可以，对，你可以就我来一刀，是的。我给你捏着，你就把它给剪掉了。啊！别剪太多啊！那我这么多可以吗？可以，小心手啊！加油！可以，三二一，我不行，我吓到了，真吓到了，吓到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要哭了，怎么办？我突然想哭啊。没事儿，好看。啊！给镜头看一眼。怎么办？剪掉的都是那些不好的头发，对，都是毛躁的，你看跟草一样，留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的头发放着，我拿回去。过瘾了吧？过瘾啊。我看看能剪多少。放在一起。早就想给你剪了，你早就想剪，因为实在是太毛躁了。我自己早就想剪，但我没有勇气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咱们就一切都从头开始吧，从心流吧，从头开始。你看我头发那么短，还要更短一点，可能还会更短。你觉得我刘海要剪吗？剪短一点吗？还是正好？得调一下吗？笑话。Later。这应该还要再短是不是？一会儿调一下那个层次还要。忐忑吗？还好，接受。我其实想更短，但是没勇气。你看这样发质就变好了，这摸起来多舒服啊！是的，呀，呀，太好笑了！你这也属于冲动型啊，牛姐。我真冲动，希望冲动不是魔鬼。不是魔鬼。差不多，我觉得这么短，差不多哈。这么长。不能再短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再短就到上面。喜欢吗？哎呦，我不知道，感觉，哎呦，我天哪！这个长度我总感觉还是有点长。又在短吗？短，我算吧。剪完了。哎，回家。